头等舱船票。话说有一对老夫妻呢，好悭俭咁呢养大四个仔女。岁月匆匆，佢哋结婚已经有50年啦。四个仔女都已经系自己有自己嘅事业啊，环境都唔错㗎啦，收入非常之好添。咁所以四个儿女呢就喺度秘密商量，要送一啲乜嘢嘅金婚礼物俾佢嘅父母呢。由于知道佢哋嘅父母呢平时冇事呢就鍾意手拉手去海边享受夕阳余晖，坐喺度望下日落西山，觉得好靓。於是四个儿女就决定呢送俾父母最豪华嘅游轮旅游啦，等佢哋享受下大海嘅风情咁。买咗张头等舱船票俾佢哋去呢个豪华游轮嗰度玩喎。咁呢对老夫妇呢就却之不恭啦，啲仔女咁有心係咪，於是就上咗呢隻游轮。哇，呢隻游轮可以坐几千人㗎喎，令佢哋呢赞叹不已嘅。船上面有游泳池啦，有好多豪华嘅餐厅啦，有电影院啦，有表演劇院啦，有图书馆啦，令到佢哋呢大开眼界嘅，非常之惊喜嘅。但係美中不足嘅就係各项豪华设备嘅费用呢都係非常之昂贵㗎噃。咁悭咁节俭嘅老夫妻呢冇几多钱带去㗎咋噃，真係唔舍得轻易去消费嘅。但係佢哋呢就住喺头等舱㗎嘛。佢哋间房呢係5星级嘅套房嘅设备嘅。於是佢哋就一得闲呢就喺甲板嗰度，即係好似平时喺海边咁睇海景囉，欣赏下海面嘅风光啦，然后喺自己间房度呢好好享受下囉，觉得好舒服。但係呢佢哋唔舍得去餐厅食，因为怕贵啊，怕收钱啊，又唔舍得去睇戏，怕飞门票太贵，又唔舍得去睇表演。咁佢哋由于未上船之前呢就已经有准备㗎啦，咁当时就唔知道，估唔到船上啲嘢咁贵嘅。於是呢佢就带咗一箱泡面，咁唔舍得去船上豪华嘅餐厅食嗰啲咁精致嘅西餐。於是呢就餐餐两夫妇呢就食泡面。间中又想话变换下口味食西餐喎。於是去到船上嘅一啲小商店呢就买啲面包同埋牛奶啦。如是者呢10日嘅行程就完喇喎。到咗行程嘅最后一夜啦，听日呢就要返上岸啦吧。咁呢位老先生就諗啊，佢同个老妻讲，如果我哋返到屋企之后，我哋嗰啲亲戚朋友啊邻居啊问我哋，喂点啊，船上面嘅伙食得唔得啊，啲嘢好唔好食啊，我哋真係答唔到㗎喎。咁我点解释啊，话俾人听唔舍得俾钱，所以乜都冇食过，日日喺度食泡面啊。商量咗之后，呢位老先生话，哎呀几大就几大啦，狠下心肠决定喺最后一晚嘅晚餐就喺船上嘅餐厅嗰度食啦，还掂都系最后一餐㗎啦。咁啊，中一中自己啦，又唔係话真係冇钱，係咪臨上船嘅时候啲仔女都塞咗啲钱啦。於是喺呢间咁靓嘅餐厅听住一啲好抒情嘅音乐啊，仲有啲洋烛喺度点点下咁样呢，就欢度佢哋嘅金婚纪念日啦。佢哋好开心啊，就好似返去初恋时嘅快乐时光咁样。咁啊，老先生仲好舍得，叫咗两杯酒，一人一杯，举杯畅饮。食完之后呢，咁佢就觉得，哎呀，差唔多啦，都坐咗咁耐，都要埋单啦。於是就叫个伙计埋嚟，哎，唔该你埋单。咁呢个伙计就好有礼貌咁问呢位老先生，请问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嗰张船飞啊？老先生听咗之后觉得好嬲，搞错啊，而家我是偷渡上嚟㗎，食餐饭要睇我船飞。但呢个侍应就话，呢啲系我哋嘅餐厅嘅规矩，唔该你俾我睇睇啊。咁於是佢就攞张船飞出嚟，
这个侍应接过船飞，跟住喺个袋度攞支笔出嚟，喺船飞嘅背面呢有好多个空格噶嘛，就剔咗一格画花咗佢啦。跟住佢就好惊讶咁问呢位老先生，佢话：先生，你上船之后从未消费过啊？老先生听咗之后更加嬲啦，做咩啊？我消唔消费关你咩事啊？呢、这个侍应好有耐性咁将呢张船飞递翻俾佢，然后就解释啦。佢话：先生，你呢张咧系头等舱嘅船飞，行程里边船上所有嘅消费嘅项目，包括餐饮啦、早午晚餐啦、唱歌啦、睇电影啦、睇表演啦，所有嘅活动咧，你都俾咗钱噶啦，包括喺船飞里边噶啦。你每一次的消费呢，其实只需要给张船飞我们看，我们在背后的空格那里注销，这样就可以了。蛤？不，原来是这样的，给了钱的，餐餐都包的。这个老先生两夫妇想起行程之中每一日自己都不舍得给钱，日日都冲两包面食，而听日呢就落船了，相对无言，好黯然，觉得自己唉，点解咁蠢呢？点解唔问清楚呢？啲仔女可能以为佢哋知啊，但佢哋真係唔识唔知。其实各位朋友，我哋每一个人，我哋生活都係喺一艘豪华嘅游轮，我哋个个都揸住一张头等舱嘅船飞㗎。人生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豪华游轮了，而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这一张头等舱的船飞。当我们很幸运开启了这一次的旅程，我们不要浪费，不要浪费这张船飞，放弃了体验人生每一种的可能。很多人在他的一生只是过着好似天天都系食泡面充饥一般嘅生活，呢、这个唔系佢哋应有嘅船飞，佢哋未曾谂到去使用，或者根本唔知道佢哋拥有呢个船飞嘅价值嘅。喺人嘅一生里边，我哋除咗学习、工作、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我哋其实仲有好多唔能够错过嘅事嘅。譬如话趁我哋行得喐得多啲出去行下囉。或者同屋企人同朋友啊鍾意嘅去食下各地唔同嘅大餐啦。学习一啲新嘅知识，体会一啲不同嘅生活方式，嚟到充实我哋嘅人生。其实喺我哋身边的亲戚朋友之中，大部分的中老年人呢都曾经过过一些很苦的日子，甚至有些曾经吃不饱穿不暖，直至到现在有一些朋友呢还是仍然过着一些很将就的生活。得的了，够的了、啊、我以前还惨过现在，为什么吃得那么好呢？一味悭悭悭。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就是揸住头等舱船飞日日食泡面的生活了。即是说，我们既然坐上了豪华的游轮，我们到某个时候就应该享受豪华游轮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不要忽视了我们本身的需求，更加不要一直都想着要节衣缩食，要怎样悭怎样悭。因为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储钱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少点为我们的子女增加麻烦。对自己好点，学会放松我们的身心，适当地吃喝玩乐。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去到夕阳如晖的时候了。
咁样我哋先至唔会辜负咗我哋呢一张来之不易嘅头等舱船飞啊嘛，唔系咁轻易嚟到呢一个世界，嚟到呢一个世界亦都唔系咁轻易可以活到而家呢个年纪噶，因为每一日都可能有意外发生噶嘛，你一出门口就有机会面对意外噶啦，系咪？咁多车祸，咁多人祸天灾。你活到咁大嘅年纪好难得㗎喇，亦都睇到自己嘅子女成才啦，佢哋又唔使你担心喇喎。咁你仲悭咩呢？你仲要委屈自己？我哋靠自己㗎嘛，我哋唔係靠人㗎嘛。咁我哋余下能够自由活动，行得企得食得嘅日子仲有几多呢？有人话其实每一个人都系得三万几日嘅咋，你照计啦，当你八十零岁啦，都系得个三万几日，一路喺度减紧，冇人系长生不老嘅。我算你一百岁，一百一十岁咧，但系你知唔知道，当你去到一百岁、一百一十岁，你都真系行动不便，想去边度都去唔到。都是坐在那里想以前的事。所以很多身边的朋友，譬如你都过了七十岁了，还是很健康，我也都身边有很多朋友过了八十几岁很健康，好好地生活，不需要说很奢侈，硬要想些东西来洗晒啲钱，但是更加不需要的就是还要悭。悭嚟做咩呢？你睇下我哋儿女嗰一辈，或者我哋嘅第三代啊，佢哋比我当年嘅日子好得多啦。起码佢哋有我哋啊嘛，我哋嗰阵时乜都冇喎，靠我哋嘅上一代，上一代好辛苦，拍手无尘，佢哋揾食好艰难，因为佢哋冇条件去揾食。我哋呢几十年挨过咗啦，揾到食啦，安居乐业。然后退咗休，唔好成日挂住，帮佢哋去储钱冇用噶。我哋要好好对自己，人只得一生，每一个人呢都唔好辜负呢一张得来不易嘅头等舱嘅船飞。所以你有冇谂下，你究竟有冇好好咁利用你呢张船飞啊？千祈唔好等到落船嘅时候先至后悔喎。